你怕啥呀？走走走，你坐前面，我要我。他说好像别扭的，这没有信号，不安全，都不敢走了。那你是新疆人，你说你怕啥？我内蒙人都不怕。我还是选择转身离开。走吧，只有这一个路。你坦克行啊？哇，坦克都不敢走了。那大底盘你怕啥呀？这主要底下全是冰。我没有把爱和仇人统统都杀了。再去亲吻一个我最爱的姑娘。我来到一个烟雾弥漫的小酒馆。前面有个大落石啊，什么路？里面的人都飘飘欲仙的走着夜。马上到了。都不敢进了，我这没事，这马上到温泉了。实在这么厚，我就不走了，我到了。没有，马上也到了。人主要是上里边看温泉去。看看啊，这家伙那车车底盘，没准都不够拖碎了。咔咔拖着走的，你们这底盘都薄。调整调整方向，调方向。再往回倒。看这河水，只有这两块巨石挡住路了。再冲一把下去，加油！我起不来速，不行啊！你造造造造！对对对对，别减油，就到这边一减油就完。来来来来。来来来，不不，不行不行不行，你再扎一下，再扎一下吧，再扎，一，多大？二，我挥着我的吉他走在什么路上？这没事，看看这山上还在往下落石，哗啦哗啦啦啦的。我不停的在录，看，地址灾害易发区，请勿停留。太美了，这地方。就是油门不够大，成。还起不来步，你这还不行，你这冲沙漠似的。他就到这块就捡死，你看，看看，看，啊，漂亮，上不去了。再倒过来，再上。你因为摆折不挠那个是吧？睡觉的地方。他们都上去了，这就看我饿了。他这车没事儿，上去这坡一到了，上去这坡一到了，看我了，你别笑话人耿大哥的车，我车不如人家呀。这要是一个人，肯定特别的慌。这有三辆车，心里就有点底。但是一个人尽量少往里进，真的出不去。这如果要是再下一场暴雪，你如果打个比方，你看冬季你要进来，它下完雪之后它不化，你这怎么出去？根本出不去。所以吧，大家一定要是吧，看看天气，这不是随便冒险。这冬季零下四十多度，这里四五十度。哎，有惊无险，又过一关，关关难过，关关过呀。吉他和手枪，我没有把我的仇人
通通都杀光，再去亲吻你个最爱的姑娘。我来到一个烟雾弥漫的小酒馆，里面的人都飘飘欲仙的抽着烟。我找到一个角落，想要你的眸眼，开始关照起来这个世界。我对着一个地方开一弹流枪，人人并不慌张，也不带人在歌唱。你必须疼爱一个荒唐的夜，记着吗？